与阳奉田院士团队啊，一起积极争取相关的产业政策和项目资金支持，主要包括呀、科技创新、成果转化、货轮生产以及场景应用等，在科委啊、经信、发改等路径啊，加快这个产业的迭代升级发展，为地工产业发展和企业的服务呢提供更高效的营商环境和场景市场，加快严禁地工产业的腾飞。